在未来里。你曾经摔过我，你还把我玩坏过，你还刮花了我的灵魂。你的很多细节我都知道。每个人都拥有一个手机人。怎么讲得这么可怕？就是怕我把电话给别的路人，让别人去帮你救你。我怎么今天被他控制了呢？你就是一个手机人，手机人，我要打败你，我要杀死你。超过两次，你就不要想再打通我的电话了。我觉得你必须现在就来见我。只要你幸福，我就幸福。我要把这些回忆都还给你。我必须回到未来去了。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吗？